什么臭猪猪？你还想放我？难不难想抓我呀？我说你这臭猪猪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是在瞧不起我吗？你这个臭猪猪，你再不说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你还真不给面子啊！超人光波。我说你这臭猪猪，挺有能耐呀，放你大招都不管用，看我叫奥特曼叫过来怎么收拾你！奥特曼，怎么了，超人？谁欺负你了？就是他，这个臭蜘蛛，他一点都瞧不起我。什么？就是他？你为什么欺负超人？好你个臭蜘蛛啊！我说话你也敢不理？你还说话呢？我放大招他都不理我。超人，包在我身上了，今天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星空万里。奥特曼，你看，你都放大招了，他还是无动于衷。你在旁边干嘛的？发招啊，上啊！用力啊，超人！两个在这干什么呢？这里有个臭蜘蛛，你没看到吗？而且他还在撒网。臭蜘蛛撒网？你笑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们两个不会是脑子有问题吧？那明明就是一幅画呀！那明明就是一幅画呀！一幅画。超人，我就说嘛，他是一幅画。你先说他是个臭蜘蛛。你什么时候说的呀？行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这奥特曼和超人，不会是迷糊了吧？怎么这么傻呀？